心静如一树心足，书海无涯情为度。欢迎来到静诗词时光，大家晚上好，我是静如，很高兴跟大家相约静诗词，让我们在这美好的90分钟里一起静心读诗，快乐学习。做静诗词栏目，我的发心很简单，就是分享好书，学习善知识。我只是个学生，跟大家一起学习交流，享受读书和精神富足的快乐。欢迎大家来到静诗词。一个人读书可能没有动力，一群人读书更有氛围，共修的力量大，大家一起读书，气氛会感染许多人的加入。愿大家重拾读书的热情，回归精神时代，一起快乐读书，丰富内心。感谢大家支持，祝福大家。静诗词的开播时间呢，为每周二到周日晚上7:30到9点，一个半小时的读书时光。周一是全天个人学习不开播。我们今晚的主读书是中国诗词大会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诗词大会。这本书呢是央视推出的弘扬古典文化中国诗词大会的节目编辑书，里面有优美的古诗词和精彩的老师点评，带我们回到了诗情画意的古典时光，相信对大家一定有所收获，即使是一句话入了心，也是一生的受益。现在呢，让我们一起翻开本书，开始诗词的美好之旅。看到了吗？这本书。好，谢谢酒家扣扣点亮了我，谢谢大家的支持哦。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看这本书啊，《中国诗词大会》啊，因为我个人呢是很喜欢古典文化，然后也很喜欢诗词，所以特意制作这样一个节目呢，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诗词。我们中国的诗词是非常有意境，非常优美，而且很能表达我们的心情和当时的这种情怀，所以呢，尤其是唐朝和宋朝这两个时代，出了很多很多优美的诗词，相信一些比较经典的诗词。那我今天特意选的这本书呢，它就是最近在央视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的节目啊，这两年也有出这种好节目，也是挺好的，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档节目，挺好的。中国诗词大会呢是央视首档以诗词为内容的大型全民互动益智节目。那本书是依这个节目的文字脚本整理润色而成，由于书中涉及的古典诗词大部分呢是鉴于目前通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所以书中针对我们中小学阶段的知识结构特点，在解释字义的同时
更注意对诗词所蕴含文化意蕴的诠释，注重于知识与趣味性之中。书后呢，还有依手制汉语拼音排序编成的诗词作者及篇名索引，所以里面会有很多老师的点评，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诗词的含义。好，我们一起翻开这个书看一下，前面有一段前言哈，写给中国诗词大会，我觉得点评的挺好的，都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国文化中，文字是根，成语是枝，诗词是树。无根固然不会有枝有花，但如没有树，根和枝又有何用？字词怎能是构建？只有诗词呢，是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汉字成语都有其美，而诗词之美则是文字和成语无法比拟的。因为诗词拥有绝美的表现力，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尽寒冬的冰雪之美。这首诗真的很美，梨花一枝春带雨，写透女神的面带泪珠之美。曹操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若玉盘，将绝难用文字形容的琵琶声表达得让人如闻其声。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是山村野外渡口的画面之美。真的是古代的诗词真的特别有意境。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一看这首诗词就感觉到了是恋人之间哦，难分难舍之情，真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幅恬淡自然的山居图。这些为中国人熟知的诗句构成的绝美意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审美观，蕴含了无数中国人的诗情画意，也深深影响了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的汉文化圈的国家。其实像日本、韩国，他们也受我们的诗词的影响啊，也是非常的有这样那个影响的底蕴在。文字成语有具其自身之美，但诗词之美远胜于二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词有隐约之美，朗朗上口的常见诗词，其时代已被广泛诵读，读懂它似乎还比较容易。欣赏诗词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长期的阅读训练。即使有了这一切，遇到艰涩难懂的诗句，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你可以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它的美，它的某些信息片段，但你始终无法清晰地把握到它的确切内涵。就好比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诗年华，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南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哇，这首诗真的很美，这是李商隐的《锦瑟》，千百年来几乎无人可以透彻确解，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深刻的含义。诗词有结构之美，王昌龄的《闺怨》中有说，闺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柔，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是流水式的结构。那杜甫的绝句呢，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是个并列式的结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前序后意式的结构。当然还有一个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山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是以景结情的结构啊，真是每一个诗它都有不同的排列。前三句是写送别，最后一句写景，诗词之中的结构之美远比这篇小文所说的复杂的多了。诗词的结构之美是文字成语所不具备的，因为文字成语是字词，诗词是篇。唯其如此，诗词更美，更耐咀嚼。欢迎云山，是云山家还是欢迎大家来收听这个静诗词节目。诗词有多重功能，诗词可抒情，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中说到，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然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诗描写了故国的伤感，巨大的悲痛，难言的苦衷，诸味杂陈的滋味。其实一字一词可以担当，诗词可以意润。王安石的《跌亭乌江亭》的“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是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力薄晚唐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诗歌在大家的手中是无所不能的，可叙事，可议论，可抒情，一切用散文表达的内容，诗词皆可表达，真的是非常厉害。诗词可以表达哲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都是人们熟知的诗句。诗词有声韵之美，中国古典诗词要讲平仄、对仗、声律。如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很有趣的，它是这么说的。寒雨沿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它里面有了很多平仄的这个词，挺好玩的。一联之中，初句对句平仄相对；两联之中，上联第二句与第二字与第下联首句第二字的平仄相同。全诗无孤湖三个韵脚，
皆属上平生七余韵，全诗形成了平仄相对的声律之美，就非常押韵。这是中国古典诗词独有的声韵之美。一句话，集诸美于一身的诗词，永远是中华文化耀眼星空中最亮的星星。这个是王立群啊，2016年2月28日写的一个序，也是大概的总结诗词的一些结构和它的一些特色之处。原来诗词也是有非常多的文化底蕴在里面，而且想要写一首好诗词呢，还是挺不容易的。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正文啊，前面有一个加宾寄语，在有个董卿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他也是非常喜欢古诗词的。还有这样一段话送给大家：谁忆春芳歇，王孙志可留，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还有那纨绡的女子，这一切看似平常的景象，在王维的笔下多了一份远离喧嚣、洗去尘埃的意境。而诗人在文字背后寄情山水的高洁品行，也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一份启示，当下又该如何诗意生活呢？黎波说，我觉得中国人要诗意的生活，首先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因为人生啊就是在路上。其次，中国人的诗意唯有诗词会，相看两不厌。因为诗词所代表的是中国人的诗意生活，其实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种存在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国人灵魂深处的那种审美的愉悦感来自于诗词。董卿说，说得好，其实古今中外人们都在寻找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记得海德格尔就曾经说过，人应该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人生苦短，这短暂的生活有很多的磨难，所以诗意的生活呢，可以让心灵获得自由和快乐。诗意的生活确实让人感觉生活是很美好的，所以古诗词那种意境真的是我们古人很懂得享受生活的美。下面给大家读第一首正文的一首诗，春晓。刚好现在呢是二月份，农历二月份，然后也是新历三月了，也已经是春天来了，很快呢百花将要盛开，那三月桃花开，过几天呢静茹也想带大家去看一下桃花，然后我们在桃花树下去读书，真的是跟自然相近，然后在自然当中去看书是最美好的。春晓，这首诗是孟浩然，这我们小学都有学过哈，是非常大众都是很熟悉的一首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嘉宾解读，那这个诗句呢是出自孟浩然的春晓。这首诗在中国妇孺皆知，其实并不是说一首诗复杂到什么程度就是最美的，其实简单就是最美的，确实是这样子。山水田园诗特别容易唤起我们对古人美好生活的向往，古人的生活有花有鸟，很有春天的感觉，而且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才会有这种小小的哀伤。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是诗跟情景结合的情感，哀而不伤是敏感的，但不沉重。
孟浩然这首诗写特别好，我觉得这种诗是一种拟人诗，春天是不会睡觉的，但诗里却说春天会睡觉，所以这首诗它的描写啊是真的很生动，把春天描写得非常栩栩如生，就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灵活现。好，欢迎大家来到静阅读静诗词，希望大家跟着我一起，我们一起领略古诗词的美好。好，我们第二首诗是一首王维的乡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集，此物最相思。这首诗也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哦。诗句呢是出自王维的乡诗，这是一首情诗，出自一个著名的典故，说是战国时期啊，有一个诸侯国的小伙子到边地打战去了，最后呢死在了边地，他太太呢就一直想他，然后流下的眼泪呢就变成红豆，后来太太死后变成了一棵树，那树上结的也是红豆，所以红豆又叫相思子。中国古人一直用这个典故来观合相思之情。王维是红豆生南国，后来《红楼梦》里写因相思而泪抛红豆，所以说呢在中国红豆在文学作品里没有别的，都是指的相思。不过呢其实王维的情诗啊写的并不多，但他一写就弄得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有人认为这是不对的，尤其是气候不对，树木结果子应该是秋天，怎么能叫春来发几枝呢？应该叫秋来发几枝才对啊。也有人说相思季节应该是春季啊，所以称思春，但王维呢他就认为红豆树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结果，要不然他怎么能说多采集呢？所以这首诗也挺好玩的。红豆也被文人墨客都是形容成为相思的意思。第三首诗是《登鹳雀楼》，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的作品现存仅六首诗，这个诗人的文章倒是不多，只有六首诗，其中有两首极负盛名，一首就是《登鹳雀楼》。此诗意境雄浑壮阔，气势昂扬，其中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是千百年来人人皆知的名言警句。全诗四句二十个字，无一字生僻，无一句难懂，但给读者展现出一副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画面，这不能不说是才子佳作。同时王之涣的一首《登鹳雀楼》也成就了千古名楼鹳雀楼。这首诗是确实是把鹳雀楼扬名天下了，所以很多人一提这首诗就知道了那个鹳雀楼。登鹳雀楼刚刚问世时，人们只觉得此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在女皇武则天的时候，读到史诗，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这首绝句，正要好好的分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彩绸百匹，并敕封了御史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但是呢，此诗的真正作者是王之涣，
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哎，所以以前的诗人要是没有懂版权，他很容易就被别人盗版了。所以说这个像这个王之涣也是很冤，他自己写的诗被别人冒用了，然后自己却非常的穷。所以以前的诗人呢，他要是运气不好，确实没有人欣赏，然后就会日子过得挺苦的。但是呢，有才华终究不怕历史的推敲，所以他即使过了几千年以后，我们后人读来就会觉得这个诗人是非常有文采的，所以呢仍然可以名扬天下。第四首诗，江雪，刘中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衰笠翁，独钓寒江雪。诗句出自刘中元的江雪，这首诗大家比较熟悉啊。诗句为孤舟衰笠翁，独钓寒江雪。其实刘中元写这首诗的时候正被贬为永州司马，也就是相当于永州市的副市长。但他这个副市长呢住得很窝囊，由于他是被贬的，所以没有具体的职权，就一个人孤独的在江边钓寒江雪，只能与山水为伍，从山水中寻求慰藉，一切凄凉之感，愤慨之情，也只能向山水发泄。因此呢，这时他笔下的山水都饱含着深沉的酸甜苦辣。他在永州的住处门前呢，有一条小河，原来叫染溪，在那里住下后，他自比古代愚公把小河改名鱼溪，把西边的小丘叫鱼丘，把附近的清泉小沟叫鱼泉鱼沟，切实燃起一个水池取名鱼池，在池东造了一座小屋叫鱼塘。这个人挺好玩的。在池南建了个小亭叫鱼亭，又把池中的小岛叫鱼岛，这就是永州八鱼啊，是这么来的。并创作有八鱼诗，该诗描绘的是一幅江乡雪景图，山山是雪，路路皆白，飞鸟绝迹，人中淹没，峡景苍茫，耳景孤人，意境幽僻，情调凄寂，渔翁形象精雕细琢，清晰明朗，完整突出。诗呢是采用入声韵，韵处未有刚劲有力。他写的是雪的世界啊，在这个雪的世界里有一个超乎城外的老头，他的心灵是纯净的，呈现给读者的是什么？是一种孤独的美。所以我觉得这首诗之所以能流传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非常喜欢，其内涵就在于此。所以这首诗里面也有作者的很深刻的一个含义。第五首诗呢是《登热游原》，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后面这一句是非常有名的，几乎也是人人皆知。诗句是出自李商隐的《登热游原》，这是一首登高望远、寂静抒情的诗。首两句是写驱车登古原的原因。是向晚意不适，后二句呢写登上古原，触景生情。
精神上得到一种享受和满足。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定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无法施展，很不得志。诗呢，就很好地反映了他的伤感情绪。当诗人为排解亦不适的心怀而登上乐游原时，看到了一轮辉煌灿烂的黄昏斜阳，于是发乎感慨。有人认为夕阳是偕老双穷，长关陌路之感叹，也有人认为此为诗人热爱生命，执着人间而星光不灭，是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千百年来，这两种观念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确实哈，有的时候会觉得这首诗是挺哀伤的，好像是描写了很好，但是呢又已经到了夕阳了，已经到了黄昏了，好像是有一种哀婉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有人说，其实这是热爱生命，执着人间而星光不灭的乐观主义精神。所以一首诗有很多种看法啊，有的人是这么看，有的人是那样看，是不一样的这种解读吧。第六首是《虞美人·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娇兰玉妾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诗啊，也是李煜的《虞美人》。大家知不知道这首诗对李煜来讲意味着什么呢？《虞美人》是李煜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绝命词。太平兴国三年，七夕，后主42岁生日，徐玄奉宋太宗之命探视李煜。李煜对徐玄叹曰：“当初我错杀潘友李平，悔之不已。”大概是从这种心境下，李煜写下了这首《虞美人》诗。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酒中下千机药将其毒死。李煜死后被追封为吴王，葬洛阳邙山。实写的是作者处于故国不堪回首的际遇下，愁思难尽的痛苦。唇齿不加矫饰，不用典故，纯以白描手法直接抒情，寓景抒情，通过意境的创造以感染读者，集中的体现了李煜词的艺术特色。通过今昔交错对比，表现了一个亡国之君的无穷哀怨，以一江春水向东流比愁诗不尽，贴切感人。所以这首诗的背景还蛮惨的，这个李煜写完这首诗没有多久就被赐死了，就是被毒死。所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很多的文人都会抒发自己的无奈的心情，所以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故事。第七首是《寻隐者不遇》，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诗句出自贾岛的《寻隐者不遇》。诗中为什么是采药去，怎么不是采花去呢？采药比采花更幽静，因为这是一种气韵，有道人的仙气，即要有仙风道骨。《红楼梦》里贾宝玉说，药气比一切的花香果子香都雅。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就只少药香。
所以晴雯生病的时候，他在屋里煎熬的药不仅仅是给人治病的，也反映出一种高洁的情怀。贾岛早年出家为僧，法名无本，谥号济十三人，又称苦吟诗人。据说呢，他在长安啊，今陕西西安做和尚的时候，因当时有命令禁止和尚午后外出，贾岛就作诗发牢骚，被韩愈发现其才华，后来受教于韩愈，并还俗参加科举，但雷举不中第，唐文宗时被排挤，贬作长江今四川蓬溪主簿。做了一首《深抄月下门诗》的时候，他还没有还俗，所以他有很多道士和尚隐士的朋友。这首诗写的是荀子问童子，后三句都是童子的答话。诗人采用了欲问于答的手法，把寻访不遇的焦急心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全诗言繁笔简，情深意切，是一首难得的言简意丰之作哦。原来这个贾岛啊，曾经还出家为僧呢，但是后面呢，可能又因为一些原因还俗了，所以他写的诗会有很多欲问于答的手法。第八首诗《夏日绝句》，李清照。身当作人杰，实亦为鬼雄。至今失项羽，不肯过江东。诗句出自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对于项羽乌江之吻，历来有两种态度，这绝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一种是江东子弟多才俊，绝处从来未可知；另外一种就是至今失项羽，不肯过江东。我很欣赏李清照，原因到底在哪？不在于会写七夕，也不在于能写令妃红瘦，而是呢他在大节面前的态度。我觉得李清照这个人真的是了不起，国破家亡，一个老太太了，她仍然希望蓦然横歌好女子，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湘江过淮水。所以我想啊，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李清照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子，而且她做的诗是非常优美的，在她年少的时候就很有文采，做了很多扬名天下的诗词。我个人认为诗词中呢，论女中豪杰，第一个就是李清照。自古及今综合判断，虽然秋瑾也堪称女杰，但综合评判，李清照这首诗不愧女中豪杰。实亦为鬼雄，戳的就是她自己。欢迎浅笑说再见进入我们的性诗词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哪首诗词啊，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学习。那像我个人，我是挺喜欢李清照的诗，像刚才的这首《夏日绝句》就写得很好，确实李清照就像一个巾帼英雄一样，非常有爱国的这种节气。喝点水。
种手势。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浦山行，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诗句出自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此诗是送别的名作，全诗开合顿挫，气脉流通，意境旷达，一洗古送别诗中的悲凉凄怆之气，音调爽朗，清新高远，独树北史，首联严整对仗，和联以散调成之，以实转虚，文情接连。景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奇峰突起，高度的概括了友谊的深厚，江山难阻的情景。委词自处，传颂千古，委联点出颂的主题。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是送别的诗，其实古代人挺不容易的，他们当时的交通比较不方便，要出趟远门，要经常要爬山涉水一个月两个月，还要走夜路。那像以前人呢，书信来往也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封信，所以以前家书抵千金呢。不像我们现代人一个手机短信微信就发过去了，特别方便。但也有的时候太方便了，反而人与人之间就疏远了。像古人他们那种交通不便，书信不便的时候，那面对分别呢就变得格外的感伤，因为这一离别下次见面又不知道何时了，所以他们很珍惜每次的相聚，这也就难怪会写出那么多的动人的送别诗。第十首，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第一题一看到长安两个字，是一首故都的情节。总闻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首诗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一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但是后面这一句估计就不怎么熟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还有一个是赤北故山下，王湾。客路青山外，行舟立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深长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猜一句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这一首诗啊，唐宣宗诗的宰相张说非常喜欢，并将其挂到了正式堂中。说的非常对，这一联呢历来脍炙人口。海日深长夜，江春入旧年，当长夜还未消退之时呢，一轮红日已从海上升起，当旧年尚未逝去，江上已呈现出春意。日深残夜，春入旧年，都表示时序的交替，而且是那样的匆匆不可待，这怎不让身在客路的诗人顿生思乡之情呢？这两句
炼制炼具君几件功夫，作者从逆逆着眼，把日与春作为新生美好事物的象征，提到主语的位置而加以强调，并且用生字入字使之拟人化，赋予他们以人的意志和情思。料在作者无意说里，却在描写景物节令之中蕴含着一种自然的意趣。海日生于残夜，江曲尽黑暗，江春那江上景物所表现的春意闯入旧年，将赶走严冬，不仅写景逼真，叙事确切，而且表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真理，给人以乐观积极向上的艺术鼓舞力量。词句与沉舟侧畔千帆过，并树前头万木春雨异曲同工之妙。王冠之后的当朝宰相张说就曾把海日生产业江春入旧年一连写在办公的正式厅上，让人们好好学习意义，就恐怕不是单纯的艺术性问题了。张宰相更看重的是此诗道出的人生气度和胸怀。直到晚唐，诗人郑谷还在自编诗绝，寂寞地提到何如海东生产业，一句能令万古传，表达了对这两句诗的无限景慕。明代著名诗歌理论家胡应麟评说，这句诗乃盛唐风格，认为唐诗初中唐的划分就是以这首诗为分界线的。蜀道难，节选李白。欲呼气，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虫及鱼以开国，何茫然。谢谢斑马萧萧的点亮。蜀道难太有名了，是乐府古题。李白把原本短小的篇章改成了长篇的句子，在文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好多人认为蜀道难这个词就是李白说的，但实际上不是完全是他的，他是把这个诗改编了。或正指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辛弃疾。这个是我们也是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读过这首诗，也是挺有名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敌下至，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驴飞快，马作低驴飞快，弓弩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诗句呢是出自辛弃疾的或正指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这首词特别之处在哪里呢？辛弃疾啊一辈子真正的打仗，他打了一年的上下，但这是他一生举节不尽的英雄的资源，他一辈子都在渴望回到战场去，这在南宋那种政治局势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后来梁启超用时界千年迷遗风，兵魂消尽国魂空，评价辛弃疾词的文学史意义。
下独酌是手提米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影，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诀无情游，相期鸟鸣盼。这个诗呢是出自李白的《月下独酌是首其一》。《月下独酌》，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表现出一种由独而不独、由不独而独、再由独而不独的复杂情感。表面看来，诗人真能自得其乐，可是内心深处却也无限的凄凉。诗人呢，曾有一首《春日之醉起言至曲》，诗里面说：“处世若大梦，故为饶其身。所以终日醉，颓然卧琴音。醒来觅琴弦，一阶逆鸟花间鸣。借问曲何时？春风与流莺。”感知欲叹息，对酒还至清。好歌待明月，曲径已忘情。试看其中一鸟至清待明月等字眼，可以想见诗人呢是怎样的孤独了。孤独到了邀月已矣，那还不算，甚至于以后的岁月也休想找到共饮之人，所以只能与月光身影永结结游，永远结游，并且相约在那渺远的上天仙境再见。结尾两句点尽了诗人的雨雨凉凉之感。所以确实是这首诗啊，读起来还是挺无奈的。李白呢，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就是诗词里面做得很好的一位诗人。他跟李清照都是姓李，挺好的。而且李白是一个酒仙，他特别爱喝酒，所以他的诗词里面有很多描写的喝酒的情景。当然了，他的一生也非常传奇，活的是很潇洒自在，但是可能跟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对，李白是的。所以呢，李白一生虽然是活得很潇洒自在，但是因为时代的原因，他还是有很多的郁结之情。像唐朝的诗人呢，其实都很爱国，所以他们的诗词里面都有很多抒发对国家的这种情怀，其实有很多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精神。李白、李清照，然后我也姓李，所以我觉得咱们李家人倒是挺厉害的，出了很多的优秀的人才，包括我们的唐朝盛世李世民就是姓李的。然后其实李世民登基的时候，后面呢有很多人都本来不姓李，但是因为是唐玄宗李世民他去登基了，他就命令有些人改姓李，因为姓李的话跟天子同姓是非常有荣耀的，所以当时很多人不姓李就改成姓李了，然后姓李的人就变成中国的大气。李云清也是我的名字，但是是我的笔名，不是我的真名。不过姓李确实才子特别特别多。下面一首诗是入才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到青苔上。景应该是影，
反引入深泥，对这些古今的通假字，没有学过音韵学的人会改一些字的读音，比如说把邪念成侠，还把还念成还，而学过音韵学的一般反对这种念法，都是照着汉语规定的读音念，因为古代许多字跟现代的读音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必要为了合韵押韵把某些字改动了，我们心里知道是押韵的，哪个字是入世入声字，现在变成平声了，只要知道这些就行了，然后写诗的时候也能运用。所以呢，反井入深林的井确实是通椅子的椅，意思是回光返照，不一定是以反井，反井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又照到了青苔上，本来夕阳落下之后太阳光就没了，这个反井是又返回来的，复照青苔上是这个意思，不一定是你。与这个之相是入寨，也不能读成入柴，这么说的话，衣裳我们现在能读衣裳吗？必须要读衣裳，衣裳，衣裳，我是觉得都可以。衣裳这个字呢，这个词是多音字啊，我们中国的汉字挺复杂的，一个字有个好多个多音，所以我觉得老外学中文真的很难，真的很难，还好我们是中国人，不用学中文了。那念成轻声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古代好像并没有轻声，比如说枇杷、葡萄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枇杷马上催，绝对是不念轻声的。所以我们古代的这些诗词的念字的这个音啊，还要注意怎么样念，以免都会念错了。终南别业王维，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新来每独往，甚是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个写出了王维啊晚年的生活态度。王维早年积极入世，也和一般人呢一样，但经过安史之乱的挫折以后，他晚年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两句诗最好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他的走，诗里面说的是走一定要走到水的尽头，坐呢要看云升起来，其实反映了什么呢？随性而行。后两句更体现出这个随性来了，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完全处在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之下。这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啊，人生呢最重要的就是你用什么态度来看待生活，在顺利或是逆境中你怎么样看待生活，让自己活得更快乐，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诗词里面也表达了很多的人生的态度，很多的诗人呢，其实他们的心胸和他们的思想境界都很高，所以呢，才能写出这么优美的诗词。春望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哈，是杜甫的这首诗，也很有名。诗的前四句是写春日长安凄惨破败的景象，饱含着兴衰的感慨，
后诗句呢，写诗人的挂念亲人、心系国事的情怀，充溢着凄苦的哀思。诗格律圆整，颔联分别以感时花尽泪，因守连国破姿态；以恨别鸟惊心，因景怜诗家之忧。尾联则强调忧诗之深，导致发白而稀疏，传诗对仗精巧，深情悲壮，表现了诗人的爱国之情。这些诗人真的都好爱国，有很多诗呢都描写了当时国家的这种忧国忧民吧。就像他里面写的，烽火连山月，家书抵万金。当时很多人出去打战，然后就跟家人分别，那这打战呢，一别就是可能就好几年，然后就见不到家人，很多人就是死在了战场上。所以如果能收到一份家书的话，那家人就很安心了。所以当时家书真的是千金万金都难买。米农二首，李绅。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也是描写了我们应该珍惜粮食啊。但是很多人听到下面四句是比较熟了，前面四句基本上没太多人知道。所以他前面是写的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是描写当时应该是发生了一些灾难，就是很多人都活活的饿死了。如今也有写信的人呢，读书时候的纸条我觉得很有情怀。对，其实我记得哈，我小时候，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流行写信的，就是做笔友。然后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了笔友的地址，然后我就写信过去给那个陌生人，跟他做笔友，然后有的时候就聊天，其实确实挺美好的。然后包括我也会写信给我的朋友啊，然后就一来一去一来一去写了大概有几十封。可惜的是因为搬家，那个信都不知道去哪了。其实当时真的挺纯洁的，就是靠着信来维护感情，然后也没有用电话，就是用简单的书信。然后每次很期待那个邮政局把信拿过来，就是很期待收到信的感觉。那个时候是初中的时代哈，我是经常有写信的。但是等我初中毕业以后，2006、2007、2008年的时候，尤其是手机开始兴盛的时候，就取代了那个写信了。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用那个短信啊，或者是 QQ 啊，就没有什么人写信了，挺可惜的。其实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习惯，可以把它重新捡起来，再写信给你亲近的人啊，你的朋友啊，甚至写给一个故人，当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会很有感触，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亲笔写，那种感觉是非常浓厚，而且还能锻炼你的字。因为你说你如果写信字那么丑，就不好意思。所以你要是能够写的一手好字，那是很美的。我自己是很欣赏写字好看的人。就像我以前看那个电视剧，然后我看到很多古装剧里面不是有很多贴在墙上那个榜文嘛，就是告示，然后都是用手写的。
他们写的都是楷体字啊，或者是草书啊、隶书啊。我最喜欢楷体字，我觉得看那个字就像行云流水一样，然后很秀气，很娟秀。所以说，我是挺喜欢那个楷体字的。就像哎，最近有很热门的哈，有一个节目叫那个《见信如面》，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综艺节目，很好的。然后里面就是邀请一些明星大咖来读那些家书啊，还有那些书信啊，嗯，有些书信真的很感人，就是写自己对于亲人、对于爱人这种情感。然后很多明星读了读了都流眼泪了，就是那真的是一字一句都情真意切，都让人觉得读来就感觉好像是自己在经历这种感情。所以那个节目还挺火的，也是呼吁我们如果能够重新捡起写信的这个爱好的话，那也是很好的一种习惯。所以有一个诗叫从前慢，就是从前的车马很慢，从前的书信很慢，从前的人的生活节奏很慢，从前的爱情也很慢，就是很细水长流，很情真意切，就这种感觉挺好的。对，古诗词还是要这样读写才有感觉。是的，就是古诗词呢，你要多读多写，然后你自己有的时候也可以作诗，也不要怕说做的不好，多练练，说不定哪天你能做一个千古绝句。就像我虽然就不太会那个文学，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写诗词的，所以呢我有的时候还会献丑了，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写诗也不一定要说你要写得非常好才能写得出来，你有的时候就是抒发一下当时的心情吧。所以有的时候我朋友看到我写的诗觉得写得还可以。真心辛苦了，谢谢谢谢。我其实不辛苦，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也在学习，因为我也很喜欢读这些诗，在读给你们听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学的更多更受益，所以都是互相学习的。嗯，以前的时候因为很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是的呀，嗯，我觉得我们以前呢，尤其是民国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的爱情挺美好的，很多人都是只爱一个人就够了，这一辈子能够遇见一个人，然后就会全身心的去爱他。那个时候的人呢，就不容易随便的放弃，他们宁愿等好多好多年，有时候可能两个人要等个七八年才能在一起，但是他们都愿意等，等得下去。然后也经得住诱惑，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很珍惜彼此，就不轻易的分手啊，也不轻易的这样吵架啊，所以他们对爱情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啊，现在大家选择多了，幸福反而少了。因为我们总觉得以后说下一个总比前一个好，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时去云南的时候，导游说起了纳西族以前有的恋人，因为父母什么呢？其实很多流传下来的动人的爱情故事都是很专情的，就是一生只爱一个人，对，就是只爱一个人就够了。确实特别的专一。哎，像我静茹，我也很想有这样一个人，能够值得你一生去爱、去相守、去相知，那也确实是挺幸福的。因为爱太多人有的时候不是件好事，
你的时候你会把爱情太随便，如果你能从一而终的爱一个人，那我觉得确实是比较有始有终吧，而且也能让你把爱情就是真正的去理解它的含义，就是很纯很真的这样一份感情。对，爱情的忠诚现在真的很少了，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等爱人等个好几年吧，所以确实挺少的。但是我们不要泄气，我相信未来我们这种好的思想，好的这种习气和风气会越来越复兴的。我觉得人在内心深处他还是很渴望拥有这么一份纯洁美好的感情，人人心中都渴望能跟一个人执手到白头。哎，就像我读过一个小故事哈，好感人的，真的。那个故事这么说的，他说有一对恋人在一个下雪天，他们出去散步。本来他的妻子说下大雪了，那我们要不要戴个帽子或者撑把伞？哦，他的丈夫说不用不用。然后妻子说为什么？然后丈夫说你跟着我来就对了。然后呢，他丈夫就带他妻子在雪地里走啊走，走啊走。当走到了一棵树下的时候，他妻子抬头一看，啊，真的很美。他们两个人就白头了。然后丈夫就说：“我很爱你，我也很想我们这一辈子到白头。有的时候我会等不及，所以今天刚好下大雪。”我想我们能够提早的看到对方白头的样子，也是我们对未来白头到老的这种美好愿望的寄托。当时他妻子听到这句话就马上感动的流眼泪了。确实哈，这个丈夫很细心，他很爱他的妻子，然后也是带着一身白头的愿望，所以他看到雪就好像想到了他们白头的样子。所以呢，他们俩没有戴帽子，就这么静静地走在雪地里，然后就让雪花静静地洒在头顶，洒在全身，然后在看对方的时候，就好像两个人已经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故事读来让人很感动，就是有一些生活的美好，有一些爱情的美好，真的能让人记住一辈子。所以如果能够碰到这样一个人啊，有这样一份美好的感情，也确实是人生的一个幸事。对，我们对古风中国风这些美好还是挺喜欢的。对啊，其实就像我今天穿的这个是汉服，那汉服呢真的是中华民族的非常灿烂的一个服饰文化，而且汉服的这种体裁和这种剪裁，看它的袖子，它的袖子真的很美，很有曲线啊。然后呢，它的整个衣袖呢也是非常的修长，然后能把人的曲线很好的展示出来，然后呢又感觉很优美。所以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穿起来都有一股仙气的感觉。所以中国汉服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穿，能够把它复兴起来。还好呢，这几年汉服爱好者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淘宝网上的商家也在做这些优美的汉服。就像我这套衣服，我就是在网上去买的，然后我感觉特别的古典。其实像日本的和服啊，很多都是模仿我们中国的汉服的，而且他们呢很多人都会去模仿我们汉服的元素。但是很遗憾的是，
汉服渐渐被没落了，而和服他们反而改良得很好，他们也反而流传下来，在重大节日的时候都有去穿。那我们中国呢，就很可惜没有了，所以我也觉得挺惋惜的。如果大家能够重新捡起对汉服的热爱的话，我觉得就挺好的，尤其像女孩子穿起来，然后再配上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行走在那个青石板路，然后如果下雨天再撑一把雨伞，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好，就好像回到了古代。跟大家讲个笑话，我今天穿着汉服，然后我不是家里买东西嘛，然后快递员帮我收快递的时候，他一打开门，我一打开门，他看到我的惊呆了，他说你是不是在拍戏啊？我说不是，汉服也是可以日常穿的，只要你小心一点，而且穿上汉服你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很优美，你的动作会泛慢，会变柔，其实也是可以锻炼你的形体美。反而现代的衣服虽然方便，但是你可能就不太注重于形体的美了，所以呢汉服也可以平时的时候穿也没有关系。当然大家可能还有一点没有接受吧，有些人可能还觉得挺奇怪的，但是越是大家觉得奇怪，我们越要去穿才能让大家接受，所以这个在于你愿不愿意去弘扬这种汉服文化吧。就像很多人真的热爱汉服的话，平时生活工作都可以穿，也是一道风景，而且能够从外到内的散发一种优美的心境，真的是会让自己感觉到整个身心都很美，因为这个汉服确实让自己的形体会变得比较端庄。对啊，是啊，我们现在好多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不怎么动的，就完全可以穿。是这样的，就像很多的上班族吧，他其实平时也不运动，也没有什么大动作，那你如果穿个汉服的话应该也不算太夸张，如果你实在接受不了的话，也可以买改良版的，就是袖子没有那么宽窄一点，然后行动也比较方便一些，然后呢它就可以平时也可以穿，然后又很美，又不会让你觉得太夸张。像我刚开始就是先穿改良版开始的，我就是平时穿一些改良过的一些汉服，然后平时穿出去逛街也没有什么影响，然后你工作啊生活啊都没有影响，所以你可以慢慢的从这种改良的衣服去适应汉服，然后等重大节日的时候你再穿汉服去出去走走啊，比如说春天来了，我们可以去春游啊踏青啊，穿上汉服的话真的很美，就像三月桃花开了也可以穿着汉服去看桃花。过两天3月9号是每年的花朝节，大家可以百度一下花朝节，这是个很传统的节日，这一天是庆祝百花的生日。那我们有很多的汉服爱好者呢，他就会穿汉服去花园里面去朝拜那些花神，朝拜那些花。对，最近热播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真的很美，我也被里面的衣服吸引了。那个白浅穿的每一套衣服都那么仙，真的好美。你说她如果穿现代装，哪有什么感觉啊？所以她的汉服这种，优美确实是别的衣服所不能取代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最近好像快结束了吧，已经快要播完了，也是最近的热门电视剧。这个小说我很早就看过了，还不错，也算是描写了一个挺丰
然后又很多的这种跌宕起伏的这样一个爱情故事。里面的夜华啊，还有白浅啊、树树啊，他们啊，都有很多很动人的故事。喜欢这部电视剧的人可以去看看小说版的，也不错哦，挺好看的。所以说像汉服在古装剧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这两年有些服装设计师他们还是挺厉害的，设计的一些汉服都很美，很有特色，然后很仙气，那把那些女演员都衬托的美轮美奂的。站起来动动，你是很想看我转一圈是吧？但是呢还是不太方便的，因为这个是个手机呢，那如果我站起来的话可能不能看到我全身，所以呢还是有一些不方便的。汉服呢重在于它的剪裁还有它的配色，像我其实也蛮喜欢魏晋风格的，就是魏朝魏晋南北朝的那个风格，它是有点不同，它是这样左右交叉的这样的，然后是采用罩衫，就是外面披了一层，然后是透明的，真的很仙很仙。白浅就是山村山势十里桃花，它有一套是这个魏晋风格，然后穿起来真的是不要太仙了。所以桃花真的快要开了，梅花已经快开完了，都要凋谢了，很快桃花季的要开了。那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出去春游啊，可以出去走走啊，散散步啊，接受大自然的美好也是挺好的，可以放松你的心情。像过两天我会去户外进行直播，然后再带大家去看一看桃花林，带大家去庆祝一下花草节，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在树下读读诗词。今天的这个中国诗词大会我就先分享到这里，然后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诗词。大家呢最好可以也自己选一首自己喜欢的诗，你可以打字然后我帮你念。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个人读啊确实没有这个气氛，但是如果大家一起读的话，我觉得会越来越喜欢读书。所以以前我记得看一个电视剧，他们很多学生啊在大学堂里面都会一起坐在那里读书，然后就会响起一片的读诗的声音，特别好听，就会很多人很喜欢捧那个诗，就是这样摇头晃脑的读，然后就感觉读得很有味道。包括很多古代的学子啊，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那是必须要寒窗苦读十年之久才能够有所成就。所以呢以前人读书还真的是比我们用功啊，而且是古代是重视重读书，不会那么像现代人重经济，太势利了，反而太物质化。那古代人很聪明，就把读书人是摆在第一位的，只有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说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情境。所以当时排名是士戎工商，士人工商就是读书人是最好地位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才是农民，第三是工人，第四是商人，商人反而是最没有地位的，连工人都比他有地位。其实这样刚好能够让古代人的心沉下来，去好好的学习。当一个人好好的学习的时候，才能够去为这个天下做点事情，因为他自己学到这些东西才能够一展抱负。
所以现在的人反而反过来了，就把商摆在第一位，大家就只想着赚钱，可是这样人心却越来越浮躁和变坏了，所以大家可能就过得越来越不幸福。所以有的时候人必须要去尝试去经历，人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他也会走很多弯路，也会走很多的摸索的时候，可是如果当他真的走不下去了，不能再犯错的时候，他也会再转回来。然后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恢复到古代的时候那种读书人是最高的这种风气，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更愿意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读书啊，跟你的书友啊进行的沟通，进行的学习。那以前人他们就很会生活，喜欢在那些大自然里面啊，古人的文人墨客啊都很懂得生活的情趣，所以古代的人多才多艺，诗酒花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真的是特别厉害。所以我们现代人反而没有什么才艺，当然我也很惭愧，我也没有什么才艺，我也只会读书，然后喜欢看书，还有一点点就喜欢音乐。琴棋书画我不是很精通，但我真的很热爱，然后我是想今年去学古琴，书法我也想学，但以前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学，主要是这个社会的风气以前更是不怎么没有人太多人去学，所以挺可惜的。那我希望对功夫也要起你太逗了，功夫的话要学学太极吧，太极还可以学一学但太极想要学好不容易哦。太极是我们中国的国粹，也是国粹，如果能把太极学好可以修身养性，因为它里面是讲究静和定和柔，所以能够把太极学好的话挺不容易的，但是也是非常修身养性，锻炼身体也很优美。我看那个电视上里面很多人打太极打的那个是真的是很棒，很好看，就刚柔并济，也有刚强的力度，也有柔软的行云流水，是挺美的。好，那时间过得很快，也很快就到9点钟了。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太晚休息，所以我做节目不会做太晚，都是每天每周二到晚上的，每周二到周日的晚上7:30到9点，一个半小时，希望大家能够早睡早起，拥有一副好身体太晚睡觉对身体真的不好，所以说很快虽然挺不舍得的，但是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做个好梦有一个好心情，然后明天再好好的有精神的去工作生活，带着一份美好的心情去过每一天，然后明天晚上大家有时间的话就锁定我们这个静思耻节目，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哦。那最后结尾的时候放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古典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很优美的很轻快的一首歌曲叫竹舞，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竹舞纯音乐，里面有很多笛子和琵琶的音乐，大家可以听一下。太早了，已经不早了，你要习惯哦，太晚睡对身体真的不好医生的建议不超过10点，所以现在已经9点了，大家还要洗漱啊，还要整理啊，就刚刚好10点钟睡觉。像静茹每天晚上都是希望早起早睡的，8点到10点，那太晚了。
大家希望大家能跟着我的节奏吧，然后善待身体。好，我们最后在这么优美的歌曲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啦。